整整18年的工作经历浓缩成了短短几行字。都说呢，铁打的人多，有时候多的是八年。因为工作的原因呢，使我有更多的方便条件，能够把自己所有的这个工作呀记录下来。然后当时呢，因为课业多的时候，我在看一本书叫《历史的天空》，所以呢顺手的把这个名字也给自己的日记也起了个名字，就叫《历史的天空》。虽然是个人的历史微不足道，但是对我的这个成长过程来说呢，我觉得这种记录啊真的是很值得的。尤其是有时间翻看一下这个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自己最初上进时的那种青涩呀，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来一路走过来所经历的一些事情，还蛮